shed light on 就是阐明，提供线索，把什么弄清楚或者揭开、揭示了什么东西。那 shed light 原来就是实际上，本意就是把光照在什么上边，那你们拿手电筒、拿阳光、拿什么照什么上边，它就清楚了嘛。所以它就引申为阐明、提供线索、把什么弄清楚等等等等。那咱们举个例子 ，The newly published book shed light on politicians' shady dealings。那新出版的书揭示了政客的阴暗交易。